因为俄乌打仗，从新德里飞赫尔辛基的飞机不得不绕一大圈啊。赫尔辛基机场竟然没有一个人。实际上，飞机上的乘客还是挺多的，只不过大部分乘客都在赫尔辛基中转。我们也是中转，但是我们的中转要出关。出关非常容易，就盖个章就完了。说了，哎呦，螃蟹！Welcome to Finland，Welcome home。哇，这么深的这个地下通道啊，太深了吧？没见过这么深的，可能是因为有战争需要。又的下一层，哇，好深好深！这下连原子弹都打不透了。赫尔辛基非常冷。这跟印度宣明对比，这边都穿羽绒服，我们只好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。很快就找到旅馆了，安顿好之后就出发。然后这边是他们的步行街，好像是。待会儿咱什么门咱都往里钻就是了。这又是一条什么街 ？Maxim。啊。去吧去吧去吧 ，OK。芬兰非常支持乌克兰，他们和他的国旗一起挂起来。小摊上的炸小鱼非常非常香，这是我们出来之后吃到最好的 street food。恋爱说，你爱我，我爱你的。三个锁锁在一起，三性恋。我非常喜欢帆船，哎，这条船还挂着美国旗，哎，过去看看。
仍然是一艘美国的 Coast Guard 船。平常在美国穿关，这种船还要收费，这里全免费，随便看。哇，这还有卖这个 gift。 Hello。Great, great. Ah, 这太漂亮了。OK, 我再给你照一张。Cooking. Smell good. Smell good. Smell good. 这里有个 lady， 新基的主要街道。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公园，
盛开呀、啊。我们刚才就从这儿出来的，这个，还是这个，哦，这个，这就是 train station。新基的城市非常小，所以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足够了，就把它走下来了。我们明天中午的飞机，赫尔辛基机场飞回达拉斯，睡觉的地方。